青子，青子，富哥，哎，这是谁的小孩啊？富哥，哎，你们终于到了，累不累啊？我不累啊。我累。小鹿，小鹿，你过分了啊！青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嗯，这是我妹妹潇潇，你应该是第一次见。哇、哦，潇潇这么漂亮吗？我听我哥提醒你。最漂亮的，先终于见到本人了。潇潇，你话有点多啊，你再乱说，我给你丢山里边去。金子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给阿姨准备了一些东西。阿姨在不在家？啊，你又买那么多东西，等一下我妈妈又要说你浪费钱了。没有，来拍一束花。哇，这花好漂亮呀！漂亮吗？你喜欢的话，我再给你买束更大的。不用，浪费钱，这山里面到处都是。没事儿。不要啊，这个姐姐干嘛不要，让她买。潇潇，你是不是太活跃了啊？没有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到家里面去坐吧，我妈妈他们都在里面。嗯，好，好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哎，大牛、阿兰，啊、你们也在哈。哎，阿姨，师傅，好久不见了。那个，您身体好点了没？好点多了。好多了是吧？哦，我给您带了点东西。来就带了那么多东西，下次少进来点，你吃好了。没事，一点心意，阿姨。阿姨给你买了什么？对，不买了。阿姨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呢特意过来想跟您说一声，祝您母亲节快乐。那节不节日这个不算，这是我的心意啊。哎，没事，我就坐这儿，我就坐这儿。哎，对了，金子，叔叔呢？我爸爸在工地没回来，让我给你说一下。哦，他们在家呀。对，来，小小，你把那个给我。来，这个是我给叔叔带的酒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给他买那么贵的东西啊？没事，这个就是一点心意嘛。太破费了。没有，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吗？来坐吧。啊，那好，嗯。哎，这个你们这个不是要对。叔叔，你帮我接你们那个。怎么了？没事、啊、你跟我妈妈你们一起坐着聊聊天。我帮忙不？不用，坐着吧。你先坐着。啊、哦，好。阿姨，这次来了我，带了我的两个妹妹，她们想跟着我过来玩。来耍了就好了嘛，咋带了那么多东西来了？哎，没有。阿姨，金子呢，经常给我讲，您把她拉扯大也不容易，平时呢她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上次她就给我说，她想借这个母亲节，表达一下她对您的爱，我呢就特意赶过来了。我女儿俩要是只有我了，我真是吃得好多苦。嗯，但是我的身体告诉我，他哪儿都接不到这样。阿姨，我相信啊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所以说您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哎、嗯，金枝他们去哪儿了？我们去看看吧，好不好？没事，阿姨，我去看看金枝啊。没事，金生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买了一只小猪，准备做烤乳猪吃。哎呀，不用的，多浪费呀！你先放下，你先给它放了，你给它放了。不是，这专门买来给你们准备的。啊，我觉得你跟我就不用客气了，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呀。不是，你是无所谓啊，这不潇潇和小鹿也来了，还有大牛叔叔和阿南也在呀、啊。哦，对，那小鹿、潇潇，你们帮着弄，快帮着拖呀！啊，啊。你们进去坐吧。啊，哎，你们俩怎么不帮着弄呀？啊，没事，我帮着弄吧。我妈妈说的，她的堂姐叫她的堂哥，所以没见过。
哇塞，金子啊，今天我又有口红了啊！你这个先给阿姨。肯定不会饿着的，那你们都吃啊。好好吃。